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超人主妇》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如何用旧 T 恤变床单固定器；二、利用塑料瓶制作无线电视遥控器支架；三、用旧牙胶和细盐巧妙清洁鞋子内膜。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如何用旧 T 恤变床单固定器。各位亲爱的时光旅人。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古今通用的生活智慧，如何将那些过去的战士，我们的旧 T 恤，转化为守护睡眠堡垒的勇士，也就是床单固定器。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古代，人们对于衣物的重用可谓是达到了一种艺术境界。古埃及人会将亚麻布重复使用，直到它变成了绷带或是包裹木乃伊的材料。而我们今天要做的，无疑是对这种传统的现代致敬。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创意改造的过程。 首先，你需要一件不再穿的 T 恤，最好是那种已经从你的时尚名单上除名，但又不忍心丢弃的那种。毕竟，这件 T 恤即将从时尚舞台的背景歌手，变成你夜夜安眠的隐形保镖。步骤一，将 T 恤平铺在地上，如果它还带有你大学时代的汗水味，那么先洗一洗吧。毕竟，我们不想让床单固定器成为时光机器。步骤二，剪掉 T 恤的下摆和袖子，这样你就会得到一条长长的布条。 这个过程有点像是给 T 恤做整容手术，让它从一件普通衣物变成一个有用的家居工具。步骤三，将这条布条绕过床垫的底部，然后绑紧，这就像是给你的床垫穿上了一条超级英雄的腰带，它会用它的超能力保持床单的整洁。步骤四，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的床单像被魔法固定住一样，再也不会在你翻身时逃跑。最后，当你躺在这个由旧 T 恤守护的床上时， 你会发现，这不仅是一个环保的行动，也是一众对过去的尊重。你的 T 恤可能已经不再是时尚的代言，但它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使命，确保你的睡眠安稳。这就是从旧 T 恤到床单固定器的华丽转身。一个小小的创意，不仅让你的床单保持整洁，也让你的旧衣物获得了新生。这不仅仅是一个 DIY 项目，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环保运动，是对资源再利用的一种致敬。所以，下次当你看到那些被遗忘在衣柜角落的旧 T 恤时， 记得，他们可能正等住成为你的下一个梦境守护者。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利用塑料瓶制作无线电视遥控器支架。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智能设备，从智能手机到智能家居，无一不在向我们展示着未来生活的便捷。然而，在这些炫酷的科技产品背后，有时候最简单的创意却能解决生活中最头疼的小问题。比如说， 你是否经常在沙发的缝隙中苦苦寻找那个总是不见踪影的电视遥控器呢？别担心，一个废旧的塑料瓶就能化腐朽为神奇，让你的遥控器有了一个既实用又环保的家。想象一下，一个古老的遥控器，它可能见证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黑白电视到彩色，从模拟信号到数字高清，它默默地躺在你的客厅，见证了科技的进步和家庭的变迁。然而，这位老朋友却总是不小心被我们忽视。 它时常被遗忘在沙发的缝隙里，或是被误踩在地毯下。这时，一个塑料瓶的妙用就应运而生了。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塑料瓶，最好是那种中等大小的饮料瓶，因为它们的尺寸适中，既不会占据太多空间，也足够容纳大多数的遥控器。将塑料瓶洗净晾干后，用剪刀沿着瓶身剪开一个长口，这个口子的大小要根据你的遥控器来定，确保遥控器可以稳稳的放进去。接下来，让我们来点创意。 你可以用彩色的纸或者贴纸来装饰这个即兴的遥控器支架，让它看起来更加有趣。或者，如果你是个环保主义者，保留塑料瓶原本的样子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样既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也能提醒家人和朋友们关注环保。最后，将这个创意十足的遥控器支架放在电视机旁边或者沙发的边角，这样每次想要换台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四处寻找遥控器了。它就安静的躺在那个由废旧塑料瓶变身的小床上。 等待着你的召唤。这个小小的创意不仅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个小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最不起眼的物品，也能通过一点点创造力和想象力变成有用的宝贝。这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也是对环境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下次当你想要扔掉一个塑料瓶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想一想，也许它还有第二次大放异彩的机会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用旧牙胶和细盐巧妙清洁鞋子。当然，尊敬的听众们，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清洁艺术，使用旧牙刷和细盐来清洁鞋子。这种方法可谓是古今中外、穷人富人通吃的清洁秘诀，它不仅体现了资源的再利用，还展示了人类对于日常生活中小事的巧妙应对。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牙刷的历史。 牙刷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巴比伦时期，那时人们使用咀嚼棒的一端来清洁牙齿。直到中国唐朝，我们才见到了类似现代牙刷的东西，他们使用猪鬃作为刷毛。而今天，牙刷不仅仅是口腔卫生的工具，它还能在退役后化身为清洁小能手。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细盐。盐这种历史悠久的调味品，不仅能让食物变得美味，还能用来除冰、保存食物，甚至在清洁方面也有它的一席之地。 盐的微小颗粒具有磨砂的效果，可以帮助去除鞋子上的污渍。那么，如何将这两种看似平凡的物品结合起来，创造出清洁的奇迹呢？首先，你需要一个旧牙刷，最好是那种刷毛已经不够坚挺的，因为它们更适合温柔的对待你的鞋子。然后，取一小撮细盐，撒在鞋子上有污渍的地方。接下来，用牙刷蘸取少量水，然后轻轻的在盐上刷拭。你会发现。 盐的磨砂作用和牙刷的刷洗作用相结合，能够有效的去除污渍。这种方法不仅环保，而且经济。它让我们回想起那些在资源有限的时代里，人们如何用智慧和创造力来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想象一下，一个十九世纪的绅士或淑女，可能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持他们那些精致的鞋履光鲜亮丽的。当然，这种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对于某些特殊材质的鞋子可能不太适用。 所以在使用前最好先在鞋子不显眼的地方试一试。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种古老智慧的赞赏，毕竟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小小缩影。所以，下次当你看到那些被遗弃的旧牙刷时，不妨想一想，它们可能正等待着成为你鞋柜中的清洁英雄；而那些厨房里的细盐，也许正梦想着走出调味品的身份，成为你的鞋子清洁的小帮手。这不仅是一次清洁的实践，也是一次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不是吗？亲爱的时光旅人们，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如何将旧 T 恤变成床单固定器，利用塑料瓶制作遥控器支架，以及如何用旧牙胶和细盐清洁鞋子。这些创意方法不仅环保又经济，还能让我们从中感受到过去与现在的交汇之美。这些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利用了我们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事物，通过一点创造力和智慧，让它们焕发新的光彩。 旧 T 恤、塑料瓶、牙刷和盐，它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物品。但通过这些创意的应用，我们可以在它们身上发现无穷的可能性。这些创意方法不仅让我们在生活中解决了一些小问题，也让我们从中领悟到生活中最不起眼的东西也能成为有用的宝贝。它们不仅是对资源再利用的一种致敬，也是对创意和想象力的一种赞颂。因此，我想问问亲爱的时光旅人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有没有试过将旧物品利用起来，创造出新的价值？又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创意方法可以与我们分享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创意的无限可能，让生活更加有趣和丰富吧！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期待在下一次的冒险中与你们再会。记得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和意见哦！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